中学时候，国中最讨厌的就是物理课。好，请多指教。还有太宰治出现了。お嬢さん、はじめましてだね。食事はお口に合うかな。好哦，それは何よりだ。あ、セバス君の作る料理はどれも箸が進んでしまうからね。俺は太宰治さん。死がない作家だよ。真是自我堕落。ボルフガング・アマデウス・モーツァルト、音楽家。霍夫冈·阿马提斯·莫扎特，音乐家，傲娇，洁癖。风流轻浮，亚瑟·柯南·道尔。唯我独尊，军人。包含玛丽在内，十个人召开晚宴，同时宰底温面。月光照耀下的路边，停着一辆马车。哦，这谁啊？开的。客夫，这样可以吗？你不打算参加晚宴吗？我走到客厅，但有一位比我更加罕见的客人。今晚的舞台主角就让给他了。他是谁呀？啊，就这样走了。好，反正下次会出现就对了。予想外のキャストではありますが、あの女性、天使に似た悪魔ほど人を迷わすものはあります。あれは天使でしょうか？それともその姿を借りた悪魔なのでしょうか？啊，这是莎士比亚，病娇。这里面的人都怪怪的。然后我们就回不去咯。只要满足条件，用你的纤细的手臂也可以轻易打开条件。是啊。この砂が落ち切る頃には開くよ。
およそ一ヶ月といったところか。所以我一个月才回到现实生活。19世紀就有报纸喽。他以温柔的声音，仿佛告诫了一般，继续说出了残酷的话语。同じフランスはフランスだが，虽然同样是在法国，但你穿越了时间，来到了这座宅邸。穿越时间。好。你要仿佛，你的表情仿佛在说不理解我的意思。当然不理解啊。如果你觉得凭着这份报纸缺乏可信度，那你看看这边吧，哪里呀？我要是穿越到19世纪，我应该真的吓死了。毕竟治安不太好。タイムスリップですね。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点点点。现在这种情况就需要以一个月的时间来满足条件，否则无法让穿越时空的现象发生。好，所以我就是要等沙漏漏完啊。好。ちなみに他の住人たちもタイムスリップでここへ集められた。だから君を含め時代も国も異なる者たちがこの屋敷には一堂に会しているんだよ。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我被软禁了，我被软禁了一个月。那么，假设你要逃进要做什么？你真的要在陌生的19世纪法国一无所有的住下去吗？啊，我没有这样想啊，确实。我也没有带那么多的钱让你们照顾我，我不打算索取这种代价哦。对啊，我们现代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真的没有比免费更可怕的东西了。那你就先从
先从螃蟹做塞巴斯店工作，点点点怎么样？好哦。塞巴斯店根本就不屑我啊。我叹了一口气，将自己选择的回答说出了，请让我在这时候帮忙把塞巴斯店